你好，过来了，可以找我们玩儿。好的，我欢迎你们到我家做客啊。谢谢。有机会了，可以来你们那里玩了。你是粉丝的主角吧？要高兴一天，把自己的工作干好，一定要开心。世上好女人多得很的，你慢慢去接触，好的多得很的啊。好。你是很好，我永远支持你们两个。阿紫也说你们是最好最好的，就是黑粉把你们带的好都好不起来了。没事的，就只能说没有缘分吧。就像你说的，世界上好的美女和好的帅哥多得很，我会遇看你到们一个。都是很好的人，你把自己心情一天搞好，他们待节奏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心稳住。他们这边看，是就我都天天在看你们。但是我从来不乱说什么，他们就是，哎呀，我就是支持一下，他们就那种，我的心情倒是有时候都在流泪，看的时候，但是没办法，你们是演员嘛，我们是傻子，但是是你们这个事情也是真实的，对，但是过了就过了吧，要回想一点哦，对，真的，人的一生路很长的，一天。以后很赚不完的钱，见不完的美女，好的美女还是多得很的，是不是啊？谢谢啊！这几集说呢，真的我心里去了啊，因为刚才粉丝们给我连麦，然后我就点了这个几集啊，然后因为这个几集名字比较熟悉，因为平时经常来支持我啊，来我直播间啊这种，然后我就。我是来你直播间买了很多东西，打 PK 是支持不到很多的。买东西家头需要的是买了很多，支持是没多余支持，只是给个小心心，希望你理解。我在养两个大学生，但是买的东西是买的很多的，反正东喜西的欢话，了就买。你们需要的就去买嘛，不需要的话不买也没事儿了。那我们永远会支持你。你是现在是主播网红了，自己。带好你的主播，心情愉快，一定要愉快啊！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你的，哎呀，谢谢祝你贺你啊，感谢的了啊！的，扎西德嘞，祝你新年新快年乐，快乐！谢谢，那就哎呀，祝你越好来的，越好。这头下这两好个是的。你的小孩吗？不是，我的小孩还是一个就这样大，一个是大学了。一个读大学了。一个在我的身边，这是图片，我就没干死的那个，不是那个啊。我也文化不是很高，但是我心里很清楚这些事，不会搞那些。你也永很远厉支持害你啊！们啊！一定要搞好自己，谢常谢。回家跟妈妈、爸爸说说，爸爸好关心你啊，别让他生气了。好，我会加前油段时间不是病了吗？现在好一点了。我看你爸爸用方式方法的在支持你啊，对，他也他希不望好我。说，我们也天天在看。对，他也希望你一我定要加油，没事的，网上乱说的，等他安逸木都说你这个阿伟哥很好，那只是，哎呀，你们的话他也不好说，就人家不说什么，人家都说别说，天天在给网上说。别踢他们，别说，别带节奏，天天都是说的好话。就是粉丝嘛，然后人多的话，有些时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就说的都就不。是啊，人家不说你们上面是演员嘛，下面看的傻子，傻子没动脑筋的话，他就在下面乱说，你就别在乎那些啊。好的，谢谢啊，但是我们有东西买的实惠的，我们一定要买。对呀，现在不像看电视了，都是你们这个抖音搞这个直播啊，买东西买很多很多，这是网络平台嘛，这是个人的爱好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以前是看电视，看电影啊，现在是看。现在就没人多看电视，就看手机，然后关注你们很久好久。我都在大学上班。上班有一空的时间都在看你们，有的时候看了泪满满的，真的看了已经好3、4个月了。你是一名老开师吗？头你在大凉山去的时候我就看了，我现在看还越看越有劲，看了就舍不得走了。但对，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流泪都流了好多次啊，饭都吃不下。你有后哭来过想，吗？哎呀，真是世上这个事情越是遇到了，你处理事宜是。经过了那样的长的时间，漫漫长的时间嘛，
越是真实的是现实的滚浪的搞了嘛。但是你也别去生他的气，也别埋怨一个男人嘛。反正你们家条件也好，钱也赚那么多，就别去提说，哎呀，我去拿了很多很多。但是我也没听到你说给儿子给了什么很多，就是网上的这边来带节奏，天天喊他还钱还钱，天天儿子在那说，儿子以前哭啊哭，他哭我们也哭，真的还是很难受啊。你也但哭是过再吗？难受，我是你们都喜欢，我从来不说什么。但是我想，今晚上我没想到你会给我这个接麦，我也没想跟你们说过。但是我心里就是这样，我人很好的，我觉得你也很好，阿紫也很好。这是你想尊重父母嘛？然后就回家了，也遇了事情，公司出了事，就耽搁了那么久。阿紫确实在街上等了你好几天，又卖菜又等。让阿伟去看他也没看见，那这机会都错过了。但是可能但是他也也是等会来吧，等去也就灰心了吧，也别怪他啊，人嘛，没有，我没有你怪要过他，想，对，你要高兴，真的，你是后来你那样去做也没意思了，人家都已经在这边老那个易老板不是亲自把他带给你，人家给你做生来了嘛，你要会想噻，是不是嘛？人一旦说清楚了，没事。他确实把阿紫送给你看你来了，衣裳穿那么漂亮，给你过生过来了。结果后来你又没去，爸爸也不让你去，就那个中间就搞坏了嘛，是不是嘛？然后人嘛都有感情，那个老板看阿紫人很听话，后来他就越走越看他，就看上人家了，他就心疼人家就，现在还是没在一起吧，但是人家已经表白了嘛。阿紫也是又发了视频，是要到乐山去吧？这几天在家里面，说是一总要去接他嘛。哎呀，人家都那么好了，你再去没意思。哎呀，我觉得好，他因这为样，打皮开花了我很现多，在去找他的话，就是打扰人家的幸福了嘛。现在我就就是说，啊，你要明白，不然你再去的话，别人往粉丝们又给你带节奏骂嘞，到时候你做都不好做了，是不是嘛？他们祝他们幸也福嘛。不如把她当成好妹妹啊，让她过好还是很好。如果易老板是真心对她好的话，是很好很，她条件好像也是很好很好的一块，对，人也好，就是她还比你耿直啊，说话也是不会慢慢的去。哎呀，浪漫是浪漫不来的一个人，就是直来直去的一块。但是她还是说一爱她嘛，我看了也是就是。我的心里面就是哎，希望阿紫过好，你过好，他过好，我就是我们粉丝的心就是这样。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我你们每个人去，我看了好多，到处都在看，但是我都是要东西就支持，从来不说人家坏，都是劝一下。对，但是你坐在这个位置，你一定要现在你就把你的事业搞好，再去找一个好的美女，然后她爱你，你爱她的就对了，千万再别去。看一下是可以，咱别去提那些了。那网上的黑粉太多太，他是不会跟你说好话的。他有的人是他看笑话的，我看了，我就是不是那样的人，两边我都看，有时候流泪啊，我最近流了好几次泪。我老公都骂我，你要吃是不是啊？一天看了还在流泪，我那看来，哎呀，有点那种真实的那种。但是后来想，确实你也伤心，他也伤心，后来机会没把握到。别人人家是送给你来了，你们老爸老妈不同意，然后人家回来，然后搞了好久，人家工作了2个月，老板2个3个月后头面才表白的嘛，是不是嘛？不怪人家啊，没有怪他们呀，我没有怪。你一定要会想一点嘛，钱嘛，这个社会我就是现在我就坐在姑扎镇那个清水村里面，现在大学上班，然后在家里面搞了一个。以前也没文化，我这个人文化也是才上了1年级的，也在大学搞。现在家里面娃孩子们过得很好啊，自己天天赚钱那些。以前很会挣到钱，就别想那么多，别去想那么多了，自己搞好就对了，一定会找一个好美女的。好的，要你一定要开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会开心你的。就再别听那个黑灰的了，自己把自己的那个你是主播嘛，把你自己。带好队，把我们这些粉丝看得高兴就对了。你不开心，我们粉丝看了也不开心。他们那边不开心，我们也有时候你们没直播的就在看那边，但是我们从来不去挑拨离间，他是这样那样。
我就是说的实话，你说是不是嘛？就晚上你们那个事情，你确实是去看了，然后搞你的工作去玩了半年，其实你玩的时间太长了，别个把公司也没搞好，下次你要把公司也搞好，美女要找好，再别耽误这么久了，是不是嘛？上次你是耽误太久了，损失了好大，我看在心里面的。确实，你加油了，你人很好，你很以后赚的很多钱，美女多的是，你是爱你的人多得很，你也去找个爱你，哪里找不到嘛？你看好了就抓住一个，别放，好不好？我会加油的。啊，一定要加油啊！我们也在这里，我都现在手都提起来。你买的好东西，我们一定要卖，还会看，到处我们都看，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说你说长，我说短的。一定要你把你的主角拿好，我们再天天看哈，好不好？OK，加油哦！好，你放心啊，再见了啊！我会加油的。今天啊，很感谢你，你跟阿伟说如果你会康定姑扎到了，可以给我们联系，我可以姑扎请你们吃饭哈。好，谢谢谢谢，你到今我天，们乡下来，我家还有一大片那个枇杷林，还有那个水果，自己来淘，欢迎你来。不嫌弃农民的话，我家还有大大的房子里面坐，好，哈，好不就好？是有机会我来你们加那边的油话，我就找你们玩，好哦！啊，吧？你一定要加油！我是到处都看了，但是我从来不说这长那短，你们各有各的难处，做人很难的。说黑粉说别，等他们说别理，你他们想说就说，但是你还是要阻止他们。实在不对的那个坏人，你把他禁言了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别把心情搞得不好。一天工作又累，心情他们来带节奏的那个人别听，差不多就把他禁言了。我看了就是只有那样，不是有的文化很少，他就去乱说乱说。我文化很少，我都看了哭了很多场，但是我从来不去乱说啊，到处不去乱说的。对，有些每个人都不一样嘛，毕竟这么多人，他肯定有些人他就觉得是哎呦！没有达到他的想法，他就去会骂别人，就会去说别人。哦，就是骂人是不好的，骂多了的对自己都不好，对儿女都不好的。对对对。骂人家咋了？你们干的那么苦，你看你出来花那么多钱，然后公司又损失了，但是你那里是算玩太久了，把公司都搞坏了。现在年轻嘛，想说玩一下，争取这个机会，结果玩久了一点点，把家里面都没搞好，以后你要两边加油哟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支我持。是永远支持你的啊！来姑扎康定市的时候，到我们家里玩，一定欢迎你啊！谢谢啊，谢谢你的支持和你的关心，我会加油我的。是看好在的，心里面的，今天晚上，有好东西我一定要买。今天晚上你跟我说的这些话，我都记在心里面去了，然后特别感谢你。我是看了好久好久的，是的。我在上班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放假的，那个大学里面做饭的，我一有时间就看，我还看他们来看吧，来看吧，这是真实的。有的时候我看了流泪，他们说你在干啥呀？你在，我说他是真的，这个人很好啊。后来遇到易总了，易总也是人很好很好一个人的，他只是他那个人咋个说呢？他没有你那样说藏，你和我们是属于藏族的，我是。但甘孜州藏族，你是凉山藏族的，是不是啊？有点，你是不是藏族？我有是，点带藏族。我不是藏族，但是藏族话我听得懂。哦，我看你那个性格，就是我们藏族人样的，多那种慈善的呢。他的那种耿，比你还耿直，但是人也很好。你家妹妹过去了，过去了，都还是关心了很多很多。人家都不是那么坏的人。粉丝带节奏，千万别听了啊！以后，那就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你一定要加油啊！以后有好东西，我们一定要买，因为我在现在都不在现场买，就在网上买，拿到好的东西，你要一定要给粉丝们搞好的，歪的你东放西心。拿到以后他们就不买了，你一定要找好的，这是你的这个那我知个道，你放心吧入场的事啊。好。好的。那就拜拜。祝你开心每一天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还要天天看你演哦，谢谢，加油哟，加油，加油哦。
加油，拜拜拜，拜，加油，好好的，拜拜。拜。啊，我有时候冲粉丝呢，就是连连麦，因为我相信很多粉丝呢，也就是一直以来比较支持阿伟的呢，他们也想对我说说他们的心里话，然后呢，我也想听听他们的意见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就是说，我都会去那个啥，我都会去就比较经常看阿伟的直播的，还有就是比较支持阿伟的家人，我都会去挑选，我就因为一个连的话也连不完那么多，但是我都会去挑选一些连一下麦，然后听听他们的想法，啊，就是说他们也有很多话想对我说，知道吧？粉丝们也，然后呢，我也想听听你们的心里话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谢谢你们啊，姐姐说的对，对，说呢，姐姐真的看我直播也很久了，然后说呢比较对啊。来，你们想让我跟你们连麦的，扣个一，我看一下，就是想和我连个麦，然后说说你们的心里话的，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，就是想和我说说你们的心里话，想对我说的。你们想和我说说，你们有话要跟我说呢？因为有时候公屏上太快了，那种我也想听听你们的声音。你也白粉是吧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白粉，哪个是黑粉呀。我都是乱连的。有时候申请连麦过来，我就乱连。这么多啊，这么多，我怎么连得过来呀？这么多。这么多给我连麦过来，也连不过来呀。这么的啊，咱们这样子，咱们珍惜，如果珍惜想和阿伟连个麦的，珍惜想和阿伟连个麦的，这样子，送个礼物，好吧，真诚真意，就是说送个烟花，或者送个热气球，或者送个跑车什么的，跑车太贵了，跑车不要送，送个便宜一点的吧，送个烟花吧。送个烟花或者送个热气球，然后我直接跟你连麦，然后呢，我也给你们点点关注，好吧？因为你把你的善良说出来，你把你的就是说对阿伟的就是想说一些心里话呢，说出来之后呢，粉丝们也会去给你点关注的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如果真心真意、真诚真意的想和我连个麦的家人就。送个烟花，然后我直接给你们连麦，好吧？不然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连哪一个，知道吧？你们全部都在扣一，全部都要连麦，一个一个连的话也连不过来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理解一下。啊，你们不连的话，就改天再聊也可以啊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因为十一点了，我也准备下播了啊。你不会瘦是吧？你看10多个人给我连麦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，有些是乱连的，有些是真心想对阿伟说一些心里话的，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心真意的，哪个是假的，对不对嘛？不连了，完了就改天再连吧，好吧，改天再连。咱们今天晚上呢，主要是家人们开心快乐啊，对，开心快乐就可以了。那你们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一下，然后点赞，然后呢，时间也不早了，那就下播了吧，下播了吧，明天再连吧，我明天可能就去大凉山那边，啊。然后也要早点休息，早点起来，好吧？那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咱们公屏上打一个晚安吧，好吧？晚安，打一个晚安，家人们。那咱们就休息了，时间也不早，我也不耽误你们休息了。如果再聊的话，可能也会影响大家的休息，好吧？O 不 OK？OK，打个 OK，好吧？谢谢你们。对，那就下播了啊，拜拜，祝你们晚安，明天见，好吧。